区要来了，区直接两级来上了，一个梁副野直接上来，要死了吗？阿斌先交闪，小徐闪，换掉了，可以了呀。这波闪换闪，我还拿一血，可以接受啊，小徐。看小徐会不会先动手了？哎，视野看到了，反击风暴想动，跟闪硬杀，硬杀了，坏了呀，斌哥！他临死前还敲了个塔皮，他死的是一模一样，真的。斌哥怎么一直死啊？斌哥停不下来了。哎，魅惑到了，坏了，单杀了。太差了，什么意思？好自然啊！刚拿兵在那边刷数据是吧？哦，怎么来了？这也没威胁呀，问题是来了没用啊，二来了留不住啊！哎啊啊啊 ！W 还空了，还要被换，啊、还要死啊！还要死！你别来呀！再杀一个。两个桶牙膏也要死，你别来呀啊！群这个扫描开了，小徐上来了，看打五星，上闪现，斌哥，我斌哥这两把被单杀了。这个时候他一直想帮这个上路啊，小徐，小徐上头了，哦，又想换吗？哇，斌哥被单吃了俩。三次了，斌哥，这把怎么被单杀了？哇，小徐好赚、啊！这把被单杀了两次，上把被单杀了一次，被单杀了三次，这把两次，上把一次，是吧？很夸张，真的很夸张。他毕竟是现在，我想说他里面身价最高的，对吧？他比369身价还高。斌哥的被单杀，只说超过德赛，终于有一个数据超越赛哥的，嗯。哎，斌哥没闪现怎么？哎呀，秒掉了！哇，斌哥，零个六啊！哇！但是呢，他们两个怎么杀呢？翁给自己加速，还想杀，加闪现啊！没躲掉，哎，啊啊啊啊！少勋，少勋，我操，少勋！杀了，杀了！没死，少勋还捂着，走位！哇，可惜这个 Q 如果堵了，对，天秀这波，我操，少勋一打二，已经很帅了。哎，查幽门来了，你喜欢 Q 是吧？但假的是二的也，感觉也抓不了。有一了呀？啊？徐神啊？徐神只玩暴力，今天。对对，看到了，怎么做？小雪，哇！只跟你玩暴力，你别勾吧！我跟你说，小旭这个和刚才，你别跟我装，对，你真别装！没有，你看他的伤害，坏了 ，BIN 混大头 ，Q 一下，先往后拉，看到 ON 来了。哎，等会儿这波肖旭要反杀，我说的，肖旭要反杀，我就跟你这么说，他要反杀。OK， 反杀两只，一打。说了呀，这个是就随便杀的，就是。OK， 还要杀。勋这边两级就来了，来得更快，两级就来，这个血线小徐是很危险的，这小徐要是再跳一次，再跳一次真来了，真来了，抢了二级，但是他闪现晕住 了，差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哇，单杀，小徐又是单杀两次，除非小徐自己跳上来，否则挺难留的，被看见了，真跳上来了，真跳上来，硬杀又单杀了啊，还吃一层肚层啊！拿到优势之后打得很稳健，清道打得有双控道、啊、要单杀了。哦，一套技能直接单杀了，阿斌这边是没有任何魔抗的。嗯，上路摁过来游走一波，小徐是有急走的，阿斌上来急走已经先开起来了，拉过来。开回来，哦，再顶过去，阿斌这边，哎，还要再操作，杀了，哦，这边没有伤害的呀，小徐一打二，再往前顶 Q 好了 ，EQ，
括号这边赶过来，被迫双杀。牙膏虽然来了击杀掉小徐的人头，但是上路的口子已经裂开了。哎，上去了，上去了，走走走，别走走走走，辅助的是看到了。中单也上去了，中单也上去了，他疯了，你发疯了，先走先走，中单也上去了，他们不玩了，他们不玩了，我没大了，我没大了，徐老爷靠我带靠我带靠云雀，他在后面，哎，云雀云雀，徐老爷好，我先打，我先打，我先打，我下去了，我下去了，行行行，你下去吧，下去了。